罗斯那边他们已经派了两批饲养员，两批兽医到这边来学习，提前一个月，然后我们提供了我们的食谱，这些又提供了他们，然后我们的饲养管理方法也交给了他们，然后我们会派一个兽医和我自己一个饲养员到他们俄罗斯那边，然后还会后续进行跟踪监测，熊猫的情况、健康情况、适应情况。